我最讨厌我的妹妹。妈妈，把妹妹还给医院好不好？她出生之后，我的好日子就没了。可以给我吃吗？什么都要分她。怎么没有照顾好妹妹呢？她做错事，我也要一起挨骂。你不是我们家的小孩，你是捡来的。姐，我做噩梦好怕哦。她就是个爱黏人的跟屁虫，而且什么都不会。姐，你好厉害哦！还一直都是个学人精。喂，你干嘛穿我的衣服啊？借穿一下又会怎样？你不要那么小气啊！里面这件也是哎。那你里面这件借我。你给我脱掉。不要。可是，这个甩也甩不掉的麻烦，今天要飞走了。直到这一刻，才知道妹妹的温度。原来我最讨厌的妹妹，就是我最爱的妹妹。怕冷，衣服有没有带够啊？那这个给你，姐，你最好了。有你在，真的好温暖。Famicolet离起毛无重力发热衣。